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董瑞雪。我们俩在一起已经共事了7年，然后在去年的1月，我们俩结了婚。其实，在工作方面，我们俩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。我在工作的时候的状态呢是比较放松的，然后他在工作时的状态呢是比较专注的。有的时候看他特别专注的样子，我就特别想笑。我也会过去跟他开开玩笑，然后故意的去闹一闹他，但是他一般都不会理我。对，我们俩是有点不同在这方面。其实我每次知道要跟沈杰合作一些舞剧，我都很开心，觉得又可以跟他一起跳舞了。但是其实过程都挺痛苦的，因为会出现很多摩擦，然后出现摩擦我就觉得啊，他都不让着我，他不爱我，就很生气。但是每次一看到他跳舞呢，又犯花痴，觉得啊，我老公好帅这样。一路走过来吧，我觉得我和沈杰我们俩很享受这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。因为芭蕾我们俩走到了一起嘛。我很享受那个就是完成一个一个的挑战，然后突破难关在工作当中。我觉得对于我们俩来说是非常宝贵和珍贵的一些经历。平时多做家务，多听老婆的话，肯定没错。对于我们女生来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做好我们的小公举。